还漂亮。千里浮游镇还是这么爱耍小聪明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口，我收钱，不收葫芦。收你啊，卖漂亮。唐天师，你说这3界4海当中，我们两个能遇到两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来，漂亮。哎，唐天师，唐天师，你有吩咐啊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死活。唐天师，唐天师，舟车劳顿一天了，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把我放出去，给您捶捶腿？叶烈坚啊，可不可以先把我放出去，让我透口气呀、啊？确定想出来吗？确定。你，我，小流氓，竟然这样看你！不是你自己说要出来透气的吗？我是个女子，好吧，你也不能让我看你洗澡啊！小红书。